好，好，现在这个衣服蓝色，头发蓝色，衣服蓝色对上头发蓝色，对，然后有一方是蓝的，还有袜子蓝色，对，只是深蓝，头发是紫色吧？紫蓝呐、啊，紫蓝，蓝紫色。说不定他内裤也是紫蓝色，不如我们叫他露出来看看。今天要走型男路线，就他吗？最佳造型奖。对，他今天就是先帅到再说，先帅再说。对对对。正式开始2022大安杯壁球公开赛，李轩发球，加油加油！对上的是高楚峰。今天他们的那个都有各自的特点。就是蓝色，蓝紫色，蓝紫色，蓝紫色。第二是衣服，高楚峰感觉是要认真的意思，绑得很紧，绑得很紧。他怕待会救球的时候鞋带爆开，先把他打死一点。但是这样可能待会就没有理由重绑鞋带休息了。对，如果是我，就会把它弄松一点。好，现在由先发球比赛开始。没有。哎呦，好凶，好凶！哎呦。OK。李轩现在保持了一个严肃的表情，在一开始就非常的压迫。哎呦，哎呦，感觉，哎呦，你就想说，没看我右手刺青吗？拉一下手袖，等一下，你这个奖品太乱讲了啦，乱来。好，高祖尝试想要做一些奇袭，但是没有成功。我觉得这场应该会11-5内。哦，哎呦，还进！哎呦哎呦，现在比低点，没有要打后场的意思。哎呦，我现在李轩很会跑，现在李轩很会跑。李轩的速度跟耐力，对，有了。哎呦，哇，非常好的变线，在一个不太可思议的角度把球。我们前面还是讲说不要有压力，不要有压力。把球从反拍后场。勾回正拍后场，哇！以前非常的专注，现在后面观众超多的，而且大部分自己手机在录影，都是宜轩的粉丝，对，宜轩粉，非常有压迫的后场球，再配上一个没有很有压迫的后场球，哎，宜轩的球点非常稳定。感觉应该不止11-5了，应该11-0了。哎，这个奖品尽量不要有偏那个偏袒，偏袒，要有偏袒。没有，我是高楚粉，然后来讲高楚很强的，他会把宜轩定在第一。哎，这个是奖吗？这是奖吗？这再是宣粉啊！有，哦哟，打不死的男人啊！高楚好像已经。渐渐习惯被压迫的节奏，他会慢慢跟上。哎呦！哎呀哎呀！哎呦！你先把他控爆了，你先把他控爆了。哎呦！李轩太男人了吧！真的好帅啊！哎呦哎呦，打得比男生还快是怎样？怎样？要死要死！要把墙壁打破。高楚峰还没有出现他的绝招。哎呦！非常稳定，非常稳定。对，现在高祖只出丑招，甚至背部。他在看左边打右边，还没有出来哦。左边打右哦。哦，有这个点太恶心了。
哇，直接九比零，哇，真的要十一比零了。逸轩，完蛋了。哇，哎呦，你先比一下脑袋。哎，我很有战术的。对，跟自己说。哎呦。高手风热身热好，大家。对对对，热身热好，待会可以再多救几个球。很快的就来到了第二局，由拿下第一局的宜轩发球。不知道高楚在这一局会做什么样的改变，去对付宜轩非常低又非常快速的球。对，他今天头发帅到了，球基本不帅啊。哦、哎呦，有用！哎，宜轩出现了一个难得的失误，还有点改变了，有点改变了。有了，我们看到高楚峰开始放软。其实我觉得宜轩也开始放软，好像没有刚开赛的时候这么的压迫。宜轩打硬块，我觉得没有用。哎，是的。对，真的。这个比较有用。这个我深刻体会。深刻体会，看，真的要打软。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宜轩如果这样不去截击的话，他会非常危险。如果高手一直往那个方向打的话，不过面对对手那么快，你要放软，其实基础功真的很要求。真的，对于球的控制非常的要求，包括球飞的路径你都要控制，不只是落点。方向是对的，方向是对的，但是执行上，执行上可能高主可能有点困难，现在还是有点急，对。哦，这个好球，这个好球，想法都对了，对，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对，真的出招了。哦，现在宜轩就是不要一直在那边 Q 就好，多再有点耐心一点。甚至学高手多一点高调回去会更好。对，像这样，我也非常好，软的软的，软软的。嗯，打这个要么就是很喷，要么就是你坐。这里，我们帮你拿裁判椅。我已经尝到一个好味，要求我动。OK。我发现高楚的战术的确有点奏效哦。是谁告诉他的？1831哦 ，so sweet。哦，对，身份证字号。哦，不是哦，哦，真的是你身份证字号。好，所以跟哇，所以是命中注定的，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有，是命中注定。代表他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偏题了。哦，对对对。你等下那一段要逼掉。要逼掉，或者是你改密码，三一三一。哦，这个软的有奏效。有。高的了。开始打一些老人球，有没有？这个长辈球出现了。对。哇、這個！有，这个 muscle 有出来。你说谁？那个、啊、高楚啊，那個、啊那个那么，但是那一球其实非常的那个柔弱，对，我又戳起来，这是宜轩的 trademark， 对，招牌。我今年的愿望就是想看高楚撞破一面墙，他真的很撞。你说哪一面？侧墙还是后墙？不要后墙，我觉得侧墙好了。玻璃太贵了。喂，宜轩怎么好像够好？偏客气。宜轩真的很会救。对，哎呦，有点暴力哦。我看这个玻璃有点承受不住了。好像有个裂缝。对。然后这两位大概是国内选手重量做最重的。对，没错。高楚每天都在搬货嘛，搬盐啊，搬水泥啊。喂。这一球因为，然后宜轩的重量高楚的比卷石还重了，高楚的小球偏高，也没有到很贴，所以宜轩刚刚上前的速度造成了这个错。哎呦！哇，这个
地板在震动了，哎呦，地震了，地震了，大概现在有七级啊，各位。地震，但还是要来，还是要来。球，又来，右边打右边。有一点点随便的结束了这一局啊，这一球啊，帅到输球了，这样不太好。看宜萱还笑笑的，很开心，感觉好像，哎，对对对，我控制很爽。啊，哎呀，对，宜萱也想说一些，对，继续讲。啊，7-10，还有三个 natural。然后我们看高手能不能撑住。哎呦！哇，太猛了，宜萱，左手右手拉起来。大家可以进去要签名了。对，宜萱感觉还是不够。好，这一场应该会很多人看。这场点阅率应该会很高。